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你的康康秀来秀蜘蛛的经典折刀，请记得订阅你的康康秀，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刀子。这一支呢是我第三把蜘蛛刀，之前第一把呢是 ZDP89， 然后还有它的专属钢材，那这一把呢是它的号称是军用散刀二系列到四组 VN， 算是一个升级，但是它并不是说钢材有非常多的一个改善，循序渐进式的，可能稍微耐磨一点点，那可能防锈能力稍微好一点点，然后再来是它的锐化程度好一点点啊，相较于35或30的 VN 啊，它是更高一点点的钢材。那当然了，并不是说30不好，而是说它有在进步去做改善它，大概这个意思。那这把刀呢，其实在9年前呢就有很多人拍过视频了。那陆陆续续也有陆续人在拍，本身呢这把刀呢就是一个经典刀具，它的握把、它的钢材、它的设计、它的理念，还有它锁定的啊，都很被常人拿出来拍视频做研究、做讨论。今天我们就来拍一个它的视频。它做了一些改良，好，比方说更符合人体工学，那刀身稍微延长一点点，啊，比较突出的部分呢都有取消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观。它的外观呢，一个手掌刚刚好，所以它算是一个中型的折刀，你要把它当成 EDC 折刀也可以，符合我的手大小，稍微突出一点点。后面这个位置呢是可以装系绳，好，做一个装饰。那这左右呢都有它的背夹啊，可以去锁定，看个人的一些习惯来做改变。像这样子的话，我通常裤子如果插在我的裤袋里面，就背刀在上面，所以我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大拇指从下好拔出来，我可能大拇指再转一下就可以开刀了，很方便。好，那大概斜十度角，轻轻的刀子就可以收起来了。那或者呢，今天我转过来哈，背夹在这个位置，我手抽出来的时候呢，也是可以转过来用大拇指开刀。所以它，你不管背夹在哪一个位置，它大拇指都可以很顺利的开刀，或者用弹刀的方式就可以打开来了。那如果说你锁在这一边，刚刚是看左右手了，好，看个人。那我还有一种开刀方式呢，就是拔出来的时候呢，用甩刀的方式，好，但是要小心，好，任何刀子都要小心。那还有一种方式呢，就是弹刀的方式，大拇指扣住，一弹就开了。那这刀子也蛮帅的，也是从蜘蛛刀开始。那蜘蛛刀为什么这么有名呢？是因为它有做了一些很多的创新。那比方说这个拇指开孔，它从这个是它的专利哈，蜘蛛刀以前的折刀的方式、开刀方式都并不是很好。那蜘蛛刀出来之后呢，它就做了一个这个开孔，那你可以用大拇指，或者是戴着手套，或者是中指弹刀，都可以用大拇指去开。这是蜘蛛刀的创举，也是很多人推崇蜘蛛刀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折刀的一个历史。好，那它还有一种是背夹的背锁的方式，那这种呢是用锁片啊，当然它的开刀方式、锁定方式可能是为了减轻重量，让它很轻吧。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很有意思，我们先把它解锁，然后收起来哈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哈，其实它做的蛮坚固的感觉。那这个算是背锁片呢，它其实是有点凸出来的啊，所以说呢，你这样子是很难开的，因为它有一个小小锁定啊。那我们先把它拉开来啊。那拉开来之后呢，这边就越来越松了啊，所以呢，它到这边锁定的时候，有没有在这里面的位置，它有个凹槽，刚刚好可以卡到你的这边的一个柱子，然后呢，背夹锁片呢就刚好顶住它了，所以它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因为是背夹锁片，又是这种设计的方式，会比一般的这边的方式会来的稍微坚固一点点啊，稍微坚固一点点。算是不错。那它的里面的这个轴心呢，它是采用铜片的，它不是滚珠轴承，但是一样做得很顺畅。那有看过国外的视频哈，把这个螺丝拆开来，铜片呢可能用久了会有污垢哈，清干净，上点油，再就可以继续使用它了。紧紧的放下来，拆卸简单都很方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讲究它的钢材。那它的钢材呢是45VN 哈，这是美国的一个粉末钢。那这把刀呢，其实它本身应该算是不锈钢的粉末钢的一个版本。比起30VN 跟35VN， 我看国外的报告跟看了其他的一些说明，他说其实
差不会很多，只是有改善啊。当然45VA 一定比30VA 好一点点，但是它并不是说好的非常的明显哈，而是说它有在进步。再来是第二个部分呢，在耐磨性哈，锐利度、锐化度，还有它的一些强度哈，都有一些改善，但是并不是说十分的强烈。比方说你今天它的硬度是可能是56到58，那你换了45N 变成58到60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有加强。好，在防锈处理上、耐磨上它都有加强。同时呢，在它的颗粒上面，因为粉末钢它是用颗粒，然后让你的钢材里面加了各种材料去混合啊，所以它是不锈钢的一种。那同时呢，又达到我们所想要的锋利度、耐用度跟硬度，还有它的韧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是很好的研磨哈。那再来呢，蜘蛛刀呢一向是以它的切割能力非常强悍，尤其是这一把军用的伞兵刀二代，非常的好状况。你光看它的这个刀的背的设计哈，你看到它研磨的非常的尖啊，就像一个三角形，非常的尖。我们把刀子收起来，这样看得更明显，懂吗？这边大概是0.3，然后一直往前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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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到它的尖刀尖的位置，所以它有一定的穿透力，非常的强悍啊，一定的穿透力。同时呢，它整个呢是大平磨，就从侧边一路平磨下来，所以它的刀身的刃角啊，这个刃角是非常的薄的。那相对的，在国外有测试哈，他拿去撬，就是插的去敲，它一定会断啊，这一定会断的，因为它不是高碳钢，它也不是做破坏性的，它是强调它的切割能力，所以它切割能力非常的强，好，锐化也非常的好，也非常的符合人体工学，然后甚至他们被誉为最好的十大 EDC 小刀之一哈，好开、好用、耐用、切割力强、防锈、好磨。哎，这不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刀子了吗？好，然后好开，单手开合，这很重要。刀不管是切麻绳啦、切割啦、切纸啦，好，都有一定的效果。同时哈，这边还有一个设计哈，你可以很比较靠近的哈，这样子来做一个你要的切削动作，也可以往后一点点啊，这样子的切削动作，也可以这样子握啊，都可以，看你自己。那同时呢，它在解锁的时候，你注意哦，你看我这大拇指按下去解锁。它本身呢，这边呢会让你有一个手指头保护，在其他的蜘蛛刀有使用的人就知道这个功能。那国外有一个在黄石公园的森林巡守员用这刀子用了一个月，他常常需要做一些切割的动作，他就很喜欢这个刀子。蜘蛛刀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不断的去研发钢材，有上百种，可能有上百种功能性，所以你会把蜘蛛刀当成一个工具在使用它。听说二代比一代的这边稍微延长一点点，好，做个大平刃，所以它可以很顺畅的切削。我们就来试试看。首先呢，握好中指弹刀，
去煮喽。这边它只有露出一节这个位置，那抽出来呢，大拇指就可以顺势的抽出来，有没有？那你抽出来的时候，你发现它的大拇指，你的大拇指就在这个孔这个位置，所以你就很自然的抓这个孔，往下一甩，就可以开刀了，很好玩，你就可以马上使用。然后你用大拇指呢，也可以很顺利的开刀，或者是用甩刀的方式，就可以开起来。所以蜘蛛刀是蛮好玩的一个刀具，伸出来。让你的刀呢在你的手掌，啊，轻轻的扣住，就可以开了，很好玩哈。战术库，战术库它这边都有加强缝线，所以你的刀子很容易在你的战术大拇指，然后这边手指头就在大拇指这个位置了，然后呢就把它转开来，你的刀就开了，很方便。那每一次的收刀跟开刀你都要很注意很小心哈，砍刀就可以使用，请记得。订阅你的康康秀，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刀子。